我看到他们十六蹲就几个大叔这样子，其实有点吃力。就他私下没有约你跳一下吗？我有跳啊，我跳不动，我跳到第七下、第八下就不行了。那像昆达回归 Energy， 你们有想吗？你说 Circus 吗？对啊，我不想，我不想，不可能，不可能，我衣服一件一件的穿回来之后，事隔二十几年再叫我再回到那个时候。昨天看到他们，其实真的是有点感动，因为昨天 Energy 就是签名签唱到凌晨三点，我就想说，哇，已经四十几岁了，还可以这么有魅力。我看到他们十六蹲就几个大叔这样子，其实有点吃力，有点吃力这样。然后我觉得他们太辛苦了。就他私下没有约你跳一下吗？我有跳啊，我跳不动，我跳到第七下、第八下就不行了。Energy 付出真的是还是有一定的魅力在，一定的实力，因为他们以前就是跳舞为主嘛，所以他们现在还可以继续跳舞。我个人是觉得蛮期待他们的演唱会。今天早上去产检，然后小朋友跟老婆都非常的健康，然后都在这个标准之上，对，所以今天是带着非常愉快的心情来参加记者会。知道性别了吗？对，知道性别，但是可能要晚一点点公布，就给大家一个惊喜。因为其实我自己都好开心哦、喔，这样。所以木木今天早上有去吗？木木有，木木现在因为出生到现在已经打了大概有二十几支预防针了嘛。那基本上他现在只要到那个医院，他就会哭，因为他以为他要打针了，所以他今天一去的时候他就先哭，然后哭完之后就看到那个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就直接说了那个性别，弟弟或妹妹这样。对对对对，哦，好险哦，差点差点哦，差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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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木知道自己要当哥哥吗？对。他有说什么吗？他说我要喝金小万煮的汤啊，没有啦，开玩笑，浮夸，太浮夸，太浮夸了，太浮夸了。